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不要再对我虚情假意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再也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锦峰，为什么我一再所托非人？为什么我必须一再忍受和别人分享同一个男人？锦峰，你别这样。说来说去，都怪我自己太笨。当初被嫉妒冲昏了头，才会和你狼狈为奸。为了你，我背叛高家，背叛阿姨，更是背叛了明辉。结果呢？我换回了什么？你说呀，你说呀，你怎么对得起我？锦芳，有些事情是情非得已，你一定要体谅我的苦处。你要我体谅你的苦处，谁会体谅我呢？大家都在指责我，都在笑话我，说我活该咎由自取。是，我是活该，我是咎由自取。可是我只是想争取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，我错了吗？我错了吗？锦峰，你滚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锦峰，是，我是对高家用了许多的手段，用了很多的算计，可是你要相信我，我对你永远是真心的。真心？你还敢对我说真心这两个字？你懂得什么叫真心吗？像明慧对宛如这种不离不弃、始终如一的感情才叫真心。你根本不配说真心这两个字。够了，不要在我面前再提到高明辉好不好？我偏要说，我偏要说，我偏要说。即便我只能以表妹的身份守在明辉的身边，至少我还是明辉最疼爱的妹妹。可惜，可惜一切都太迟了，太迟了。锦峰，锦峰，锦峰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。你知道吗？女人最悲哀的是什么？就是为情而活，也为情而死。有良，你这个女人真是不要脸，先是主动向明辉投怀送抱，现在又拉着有良不放。你来干什么？滚出去！哼，叫我滚出去？你以为自己还是锦凤少奶奶是吗？不过没关系，我这个人一向宽宏大量，不会给你一般见识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一个家里容不了两位主母，
只要你能尊我为原配，而你自愿为妾，我就留你在赵家，赏你一口饭吃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什么身份？凭什么让我为妾？哼！反正当初你嫁给高明辉的时候也是续弦。林婉如没死，重回高家，哼，你就成了侧室，当了人家的小妾。你可说是驾轻就熟，不是吗？你少说两句，别在这儿生事。我哪里生事？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哼，或许啊，有人天生就是小妾的命，还要争着当夫人。可是啊，人是争不过老天的安排。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锦凤，锦凤，有良。无人关心，无人过问，一个人来，一个人走。赵有良，我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，全是拜你所赐。我恨你，我恨你。相思似海深，旧事如天远。别了，明辉。明辉，这是你和福德的点心。谢谢少奶奶，谢谢。婉如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别这么费事准备了。你又搬货又卖衣服，我怕你身子撑不住，万一你倒下了，我和妈怎么办？哎，这有老婆是不一样啊，生活起居有人照顾，吃的喝的有人张罗。大叔，你虽然没有老婆，至少你也有朋友关心啊，这是你的。谢谢。哎呀，明辉啊，嗯，若不是婉如是你老婆，我呀非把她抢过来不可。哎，这我可不依啊。妈，谁呀？想要赶来抢我的婉如啊？我拼了老命也要保住这个好媳妇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该出发了吧？哎，好嘞，啊，我们出发了。当心点啊！好，走。慢点啊！妈，一会儿我出去一趟，你有东西要我带回来吗？到哪儿去啊？我想好久没有去看永祥跟小倩了，我想去看看他们。啊，也对，早点回来啊。嗯，我知道。这婉如是不是瞒着我们出去做事？怎么每天这个时候都要出门呢？打扫房间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我刚刚敲门的时候，您没有回应，我以为没人呢。对不起啊。